所以他一个人会担哦。如果需要舞者的话，我就把舞者拉出来。你觉得？乐手就出来就好。出来，那就乐手老师出来讲好。哪个点出来？来，我大概讲一下。对对，跟两个老师沟通一下。那你后面就是你要练那个 feel pleasure, my pleasure。我们就副歌，就是副歌的地方，一起往前，一起往后，都是四拍。OK。然后有个那个。Feel pleasure, my pleasure, feel pleasure, oh。行，直接你们就耳光甩一下。好。你那不要跟我两个人不一样的节奏就很搞笑。OK。又是。也不会很搞笑啊，有动又。万一他我往前，他往后，我往后又往后。是想放个音乐版。比如说你如果走到这个位置了，差不多这个位置了，然后就讲最后一次了，然后老师就继续补，然后你就可以上，顺着那个位置，对对对对，你大家会感觉一下，然后讲完最后一次，然后观众来唱的时候，你就利用那个最后一次再走上来，然后到这个位置，差不多就最后一次唱完，然后就直接在这里复更进最后一次，真正的最后一次复更，感觉一下，好，待会你是真的好，好。每一次的相聚对我们彼此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很珍贵，因为一见面就几个月过去了，又一见面又几个月过去了，Hello, 带大家去后台看一看，逛一逛。没能来的朋友们就可以来了。还没有，这是舞台搭建的后台，去看一下观众席好不好？我要去坐坐你们坐的座位啊！哇塞，这是你们的座位。我现在走到最后面，就感觉像去了那个看电影的那个最后一排。哇塞，是不是很酷？哇塞，看不清路。怎么少件衣服，这肯定是没有卖出去的座位，这么正中间为什么，对吧，这观影效果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刚我在彩排的时候，第一排的观众那家伙有一个位置那真的是绝了，就是这个位置，这是我站的地方，我在这儿看一下你们是这样的，我已经真的摩拳擦掌蓄势待发，这个是我们的应援灯。好，我现在要回化妆间。有演唱会其实挺有意思的，就是说大家会有一个像约定一样的东西，然后会去要见面嘛，然后也是在这之前会有一些准备，然后尽量让自己的状态变得很好，然后去赴约。那就这样了哦，好，拜拜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，又见面了。